你怎么看李荣浩？我觉得李荣浩眼睛蛮小的。什么？什么都是啦？什么态度？什么讲跟他的音乐啦？什么态度？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。耶，浩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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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。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。好，三二一，请亮答。如果能李白来，也把歌词来，来一起来唱啊！哎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学李白，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才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学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有头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学李白，创作也能那么高干，没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哎呦，好听哦，好听好听。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李荣浩？我觉得李荣浩眼睛蛮小的。什么？什么都是啦？什么态度？什么讲跟他的音乐啦？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你眼睛有多大？你自己眼睛也那么小，我想说，我跟他算难兄难弟，对，难兄难弟，对，小眼睛的男生。下次爸爸介绍那个李荣浩啊，真的哦，他还帮我写过歌嘛，哦，真的，对。有啊，哪一首？哪一首？随纯纯的味道，就像乌梅子酱。中计了，中计了！你是拿来用嘛？好，李荣浩的歌，他最棒的是他的歌词，词写对，写到人性了。如果能重来，我要当李白，是要当杜甫啊？不是，他们杜甫也不错哦。对，因为押韵不对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杜甫。也不对啊，换一个还是李白？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。李商隐也不对啊，我选李商隐干嘛？又是那种。那我要选白居易，也不是白痴啊。